然后格雷夫钻一，然后沈后是，沈后钻一啊，不用看了啊，也不用说啦，还不是给人虐吧，就是各种虐菜啊。我们刚刚才被虐了一场啊，没关系，这场是统神啦，包括你刚刚输了还是赢啊？包括你强大啊，现在是报仇时间啊。刚刚是赢还是输啊？报仇时间到了，大家认真一点。刚刚是赢还是输啊？输，输了。嗯，刚赢啦，有我在，怎么可能会输？那刚赢啦，上场就是遇到他们。是说他们输啊？有我在，怎么可能会输？那有我在，你们也不用怕啦。就一定输啊，所以也不用怕。是啊，就是已经输了，已经输掉啦。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！看不了啦，看来是 GG 了，只能期望你们打赢啊！我也做不了别的事。你这样讲好酸哦！啊！你这样讲好酸哦！哎、欸，等不要再来，不要嬉皮笑脸哎！我们现在是报仇时间哎！不能给你们一些什么建议啊？建议个头啊！现在是报仇时间啊！来一点鼓励。报仇时间到喽！好了，赶快爆啊！要爆，赶快爆啊！爆炸时间到喽！哦，要爆，赶快爆啊！他们五个钻石也可以输啊！哎、欸，你们，那我们刚有场就对到他们啊，我们就输了。那奶茶是铜牌哦，他们也输掉。哎、欸，那个我们就赢了啦。哎、欸，我不在，你们输，我也不会怪你们啊。六十的。哎、欸、哎，铜、欸、神，你是忘词完了？怎样？完。忘词王啊！忘词王，是哎哎哎！你说都不会话哦！现在词王讲到哪里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是李青石？他弹塔，这是战术好不好？各种神奇钓鱼啊！对，啊，一开始就拿到一个头。啊、喂，同神，我出个什么好啊？这个，这是李青石吗？还是怎样？你买个多兰戒啊，这个400块不是啊，是哦，手刹不是400块，你买个多兰戒刚刚好、啊、我现在我以为475啊，大概是把我想我们都没助攻啊，就你一个人头没有同神防御太高了，60级真不会是前一滴前五防符、欸、哎呦你还来哦，啊我好想看哦，看不到应该插眼，但是我想他是什么想，没关系啊，我没有眼，会不会被重击啊？一样吃啊，那个会去闹他。嘿、欸、嘿。啊，你会中啊，你会中啊，好像就。哎、欸，去帮我打、啊！我操，你要我重击啊？好啊，我重击啊，重击啊。我操，你这样子搞我啊！我刚听错嘛。李欣啊，李欣，李欣，这个李欣好变态。你到底在笑什么啦？我贴给你，我贴给你。啊，你现在是在打、啊？对啊。等你打完好了。各种笑啊！真的蛮好笑的。他要来乱你的红哦！哎、欸，你是要去乱你的？上路小心哦！啊！这李靖前期太猛了、啊。他绕后面吗？他绕这里吗？啊，对，他绕。我觉得我颇危险。啊！中路，中路，中路，中路！哦。闪现，闪现，闪现！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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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。你先回，你先回。
我真的帮你补位。你要开一点点没？小心哦！你也高。好，我只能讲你们的组合比对方好一百倍啊！哎，还有你水够，还有你水够多啊！等一下，我帮你打，我帮你。好险，他没玩射雷系啊！他可能没补那个多少钱啊！你继续喝，你继续喝，对，我来。跟你来抽。他们理性就是又要来啊！我跟你说。啊，不行啊！啊，你推完这波先回来。你闪现应该交了吧？李信在上，李信在上。好啊。嗯 ，OK。要交。往上倒了，李信往上倒。哎，你说的是啥？又去了。因为李信就不爽我啊，就各种来。哎，他好烦哦。不行啊，我的状态没太好，不能去烦。我要先回家一趟。啊，他还在上哦，还在上。还在上，他可能会。他没飞。耐心有那么好吗？会不会蹲那么久啊？不会啦，早就走了，他的血量也不够了，早就走了。上路眼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我没。OK。因为我吃小石，所以没。他怎么把我的那个小石头吃掉了？他不是因为我小石头，我可以一波没有小石头，可以一波上一波就上了两等啊！我可以帮你们。这大只根本没时间啊，一分五十五秒才出。他们红七分零八。你们不要这样啦！帮你们计时间。不是说很有帮助，对啊，被药就饱了。我只要把现在的时间加五，会不会？他会把你锤回来呀、啊？他没有加速到啊、欸。对啊，尽量跟他换。他有闪吗？有啊。阿石，怎么感觉没有啊？他有啊，他怎么没闪？有闪怎么不闪？他会不会是一开始就抓蓝有用掉啊？进来啊！好。哦，对，有可能啊，又在他的上路是没有用啊。他们的红在三十秒。你要推吗？不用啊，摸了两下没什么意义啊，回家。而且你看，其实不用闪现，好像就最好。其实他还蛮靠近你，他在这里。啊，我怕我一 Q 出去他就闪了、啊。对啊，我就直接闪撞。好，可以啊，李欣四等而已，我已经要六了。你只会亮灯，你还会干嘛、啊？他们蓝出，他们红出了。赶紧跟你狗头军师哦，这个人在旁边。我等一下他们蓝快出，我会提醒你们。这里应该有眼，因为啊，中路中猛，哦呦，哦，单杀，哦，这不愧是，哎呦，阿吉啊，你有实力上钻石啊，什么钻石都是浮云啊，我只是没时间上而已啊，哇，哇，好巧啊、哦，哎，过来拿蓝，啊，算了，你回去啊，这个蓝哥来吃啊。你是自己想要蓝吧？啊？啊，过来吃啊！不用啊，我真的假的？那我吃哦。你要乌龟切啊？
小心哦。我跟你说，桶中你会死掉。我的是神安娜，你的是雷安娜。他们在黑暗，在三十秒。当真？哎，传送啊，传送！传送，传送！哪里要死去啊？哦，四只蓝也算不错啊。各种送蓝啊！我怎么没看到传送啊？他都在我们后面传送，我没看到。ID 啊、哦！哎，你们好雷哦！他们的蓝在十秒，小龙也没有哦。看、啊，我那个杰西刚刚那波没放点燃呐、啊，你看他还有点燃。有一点雷。啊，没看到传送啊！其实我没大绝啊，不然纳明早就死了。我大绝拿来吃蓝 buff。你的 Q 哪里啊？好好，三只三只是。你要不要 Q 他？你是预测他会闪现是不是？我觉得他闪现啊。那我没想到他不总会啊。啊，对，感觉你也 Q 不到啊。哎，也不用刷我，现在我是单杀对面的。哎呦，你就是送头一个，啊、关我屁事啊！下路两个被打爆，你扯到我头上。下路两个没状态就不要冲去啊！你说，我现在有头就不要刷我。上路也，也在哪里？啊？上路的也，他没他。感觉也行、他杀了。可以杀人。杰西真的是颇难打的角色。啊！弄他，弄他，弄他！我来，他英雄秒了。哦，开始爆弹。哎，帮你打一个蓝，不错啊。你怎么都没有，你怎么都没有反应？有什么反应？这是应该做的啊。啊、哦，上路被 gank 完蛋。完蛋，闪现超凶。底薪没闪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买分的啊？啊，闪现直接上我啊！来不？啊，不行啊，吵不到！扭去吃兵，扭去吃兵，扭去吃兵！你不要死哦！应该是可以啊，有红 buff， 他应该杀得到的。扭去吃兵啊！好啊！你要被让你单杀啊？不会啊！对，要加龙带啊！你这样都绑不到！我恐得到，我恐得到，杀他杀他！哎，东路领啊，东路领啊！啊，他没传送啊，不要怕。李信下来，李信下来。啊，不行啊，杀不到。对啊，我刚才说中路你啦。这妹子就是一个二啊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先开大姐，开大姐，放点死。啊，不行啊，死了。你们退太慢了。奶茶，怎么不说话？奶茶，你还在吗？啊，你不要这么单杀了，你等我一下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顶住！他闪现，他闪现，顶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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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哈！哇，这个也中，我躲掉了。你笑什么啦？这也是一种幽默啦。幽默个屁呀！养猪计划。他只是在模仿我的玩法 啊， 啊都被学走啦，应该杀不到他吧，这好像可以，小柠檬他没有魔力啦，他没有魔力了啊，猜一下，不哎，关掉了，没有闪现啊，啊，我觉得这个会有人上去。
哎、欸，中路领啊，你们其他都注意。他回了，他回了，你上路赶快推一波。啊。神手拿蓝喽！现在这场只能靠你啊，上下路都是各种二啊。戴安娜，靠你了。是神安娜，好不好？哦，神安娜。跟我球。下路的野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中路。中路已经变成为什么小龙已经没了、啊？哦，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野区潮痛啊！小龙是对面的、啊，对啊，很早就被吃了，我忘了记时间。哎、欸，对面中路就打到不敢打中路了、啊。这边我演，啊、嗯，看到了。李欣在中，我们尽量不要冲塔，因为那个中路有 TP。嗯。哦、好痛、哦。好像不太行，是吧？对，对面中路断线了。知道，好像没出现，好像是真的。我看他蛮久没出来。他该不是吵架啊？降过了吧？吵架。我们要不要 gank 上？他是小龙出来了。gank 上。懒得 gank 啊，就这样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现在 gank 上，我现在 gank 上，我现在 gank 上。好，我来了我来了。对啦，他还没闪现。我来 gank 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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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不要偷听哦！这边中路真的没出现。啊！这边中路闯下来。传送，中路传送。硬换。哎、欸，先飞那个葛雷夫啊！小心机，飞小兵！你飞那个白痴哦你！哎、欸，突然李信来了。你故意惹我生气是不是？我们干什么？我收了钱啦，收了钱。四只小兵，就他没有被，就他没有那个被，就他没有被，就他没有月光，你就飞那一只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原来没有，我有钱了。四只，三只有月光，你不飞，你就飞那只没有的。这气球联盟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我就好了。还在给我嬉皮笑脸。啊！哎，就是。他吃的有点忘。打，来不及了。打个屁啊！那个早就没了。没闪现。呆了，呆了，一打三，呆了，一个打全部，表演了，小鸡鸡。四个啊。哎，杰西消很久了，注意哦。好。我先喝他。丹丹，你不出十罐吗？这么差。哎，你的蓝看输了。对面都不见了，小心一点。中路消失很久啦，中路。没有去吗？不要。都来了，哎、欸，都来了。往上走，不要往右。这杰西有被控吗？他得买魔剑正宗啊。对啊，现在都流行这样子、啊。
打屁哦，养得这么肥。公路三只，你小心点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去救他。走走走啊！来不及了。下路退，下路退，下路退，都来了。接下来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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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止，还有李星。要不踢走了？啊，我觉得你们挂掉了。小鸡鸡你在干嘛、啊、各种卖队友啊、哦、表演时间表演时间来了哦，表演时间哦，哇好强哦，一个 Q 剪尾刀哎，我去手上，我去要拿完蓝，先拿蓝再回，先拿蓝再回，拿完蓝再回上路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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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路，你守不住啊，你就尽量啊，能守多少守多少，他不可能带斧啊，我有大。哎，好好好像来中了，没有。来这。那个感觉戴安娜整个都超肥啊。完了，开大开大开大，跑命跑命跑命，完蛋！哇、他终极魔剑，想说怎么那么痛啊？中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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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种雷啊！你们应该是你们杀掉他吗？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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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挂挂挂！哦，这个金箍。三纳米，三纳米，三纳米，可以，格雷夫在下，开大，你为什么不开大？丹娜没来啊，丹娜没来，他们小鸡鸡啊啊！啊，在里面，在里面，来，丹娜杰杰西，快点，快把他下档啊！真的太讨厌他了，小鸡鸡，哦，下下路下路下路不要管了、啊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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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啦，对面要冲中啊，冲中一定要守啊！哎呀，我去，我去，可以可以，砍人来了，杀了杀了，杀杀杀杀，冲冲，帮他好，帮他好，他打我，哦，中头了，应该去头了，我饿了，怎么都没有兵线？你饿了？你要不要开盾坦一下，然后把这个点掉？这杰西根本超痛啊！捡 CD 那个不错啊，很少宝石可以喝，是吧？小龙三十秒。我现在我有大，我现在有大。先拿红啊，先拿红啊，先拿红。快点快点，三十秒要来不及啊，先拿红先拿红。那个小哎、欸，不要去下不要去下，八龙先插一点。八龙插一点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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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帮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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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！小龙兔，小龙兔，啊，你回家啊！哇，没魔了！啊，快点！哎、欸，小龙，小龙，是是是！不行啦，我们跑个 AD 啊！操！我们先走，我们先走，我们先走，他们这边，快点快点，小鸡鸡快！啊，不行不行，放放放放放放！要放，你看你的。感觉 AD 有够烂的，我他妈叫你早点回家，你不回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刚叫我吃红。哦，吃完红那散步。
我吃完马上回家哎。嘉龙，你小心一点啊！啊，中路冲！知道知道上面啊！必须要打，必须要打。法洛斯先打，找狙就打，找狙就打。不要给他破了，找狙就打。不要被破过太多次啊，不然会打不赢。哦，好痛！他有雨啊，他有雨啊。不要给他对面破个，找狙，找狙就打。先逼出去啊！中路继续继续压压往前压，哎呦，哦，现在接接 Q 点，要不然奶茶就被一个 combo， 被两颗灵王 combo。哦，我使用闪现 OK 啊，很痛啊这边，很难打。你要不要先小精灵？很辛苦。哎、欸，别别，我血不够，血不够，血不安全，血超不安全呐、啊！哦，我这边踹走，我觉得总监这波开的不太好啊。我跟你们这几个智障真的没话说。你跟我说。是我问题啦，全部都是雷啊！我是雷，都是雷啊！好啦，小弟弟玩的不错，谢谢。哎，就变那个球，直接闪现就定到四只就赢了。你在神闪现，你就变个球闪现进去，对面就全部定在中间，东倒西歪。有我吗？是啊，我被直接踹出去啊！你被直接踹出去，被李信直接压出去啊！你去踢踢踢啊，踹出去！啊，那个法洛斯跟智障一样，我讲你智障，你有什么好反驳的？没有啊。哈哈哈！那个电报踹出去，我大根本电不到几个人。啊，要法洛斯先大、啊。因为你刚开没有啊？我刚刚进去，我知道没办法开啊。那个叫什么鬼？他喷我一下，我就往后退了。然后你们就全部都是一滴血啊，要打毛啊！我觉得凯能不要从正面上去啊，绕一下。那我刚刚就在那边聊。如果是开到之后，加罗说大，然后被绑到啊。你们大局顺序应该是法洛斯先，然后加罗，然后凯能。要凯能要，凯能先开不行啊，一定要法洛斯先中。可以啊，先中加不凯能为什么不能先开？位置好就直接开啊。好，回家、啊。你尽量不要从正面啊，这很容易，他直接踢你就踢出去了。上路退一下。反正手八龙，这边有破中，这边可能转八龙。欸、马后炮，我当然知道他们有可能八龙啊，问题是没办法啊。慢慢来啊，你要不要先出把你的？哇操，有够痛的！我回家一下，要叫八龙，八龙就是啊。你不要让他，你不要让他们眼前回啊！我没有，让你回啊！不行啊，这个他们两个就可以吃到八龙了，那个杰西跟李信两个就可以吃到八龙。你军盾。解放了二，不行，他们在吃啊，这样子就一定在吃。我觉得他们在吃，应该没有李欣啊，他们一定在吃啊，一定的，这太明显了。过去，我也觉得是。是吧？他没有金人啊，给人这样，这么低级的计划也可以不知道。啊！对面为什么没吃八龙？蛮扯的。我想说，你说吃了，我就要去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知道的观念就知道这样。去小龙。你这大致的先不要理他，反正对面吃八龙还是要守。
屠杀。这奇怪，对面将竟然不吃巴龙哎、欸！他们葛雷夫三个大装，杰西三个大装，那巴龙十秒就死了，他们竟然还忍得住。可能知道我们没视野吧？对吧？啊？反正知道我们没视野啊。白痴就是没视野才要吃啊，有视野就被偷啦。啊、他们知道我各种神偷啊，抓我们再吃啊。啊？先抓我们再吃啊。对啊。你说什么？他们怎样？你说他们杀完我们再吃？不是，他们先把我们杀完再吃比较稳啊。对啊，那也没办法。还没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会好好再分的。中路不用跑，他们要推下路嘛，下路。好了，走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要出什么、啊？军团，出点血吧。出点血，没钱呐、啊。不行啊，杰西。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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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再聊了。啊，这样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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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啊，太痛了。啊，真杀。几个二货队友。蹦你们是来给对面洗分的哦？这两个垃圾上下路。你们看到你们那个伤害都不会觉得丢脸吗？超丢脸的、欸！对面啊，对面李信，下次帮我们杰西啊！对面李信四星级而已，有点雷。他玩全坦吗？还好啊，有个灯笼。实在是不会打杰西。